9月20日是马伊琍文章夫妇大女儿艾玛9岁生日。马伊琍通过微博晒出多张抱艾玛的照片，并感慨地称：“这个小姑娘9岁了，我肯定还能抱你好几年。”照片中，马伊琍不管是抱着艾玛还是背着，看上去都非常的放松，娇小的身体瞬间变超人。而艾玛就那样安心地趴在妈妈的臂弯，看上去非常的享受，一双大长腿也抢镜成功。网友被这温暖幸福的照片吸引，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祝宝贝女儿艾玛生日快乐，祝福你们全家幸福美满。”好有爱，马伊琍是一个好演员，更是一个好妈妈。祝艾玛小公主生日快乐，母爱都是伟大的。众所周知，金星在娱乐圈是以毒舌出名的，不过她也跨过别人，那个人就是马伊琍。在文章出轨的世界上，马伊琍选择了原谅文章。金星说，抛开演员的身份，她作为一个女人做得很到位。